你是不是在想着谁呢？夜深了还没睡，在做些什么？你是否为生活打拼着？为你的你所爱的人吗？还记得我们当初的天真？现在是否也能那么快乐？不甘心了，想自己该为自己负责。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有许多爱在你身上呢。不必再迁就感到却步，现在自己该为自己负责。谢谢。